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看来吧，气氛非常好，就是我喜欢的。我喜欢东京，为什么呢？东京是这样的，周边环境好，住在一起也很好，气氛好，住的人也很舒服，还是东京很干净。是我今天租的房子，这是二楼的房子，二十个平方米。位置是哪里呢？新国宴街就是在哪里嘛？马路就来呢，马路就来呢，是一个新宿区很近的。新国宴街，다음에東国宴街，長野坂上，南新宿区，就是5个站到新宿区呀。20分钟到新宿区，是吧？所以位置非常好，家里前面有公园，还有反正空气很好，很舒服，还有。上面有房子，是上面房子里面是天房里面有房子，房子房型很大，有一个空调，有一个阳台也有。你看一下，房子真的很大吧？上面有天房，上有一个床，就床上是在这样的啊。然后一个什么都会有，拎包入住什么都会有的，拎包入住哦。这里是很长的，很长。我进去看过了，很长，会睡觉，很长，就是拎包入住，你带来一个，就你是拉杆箱就可以住，还有这个，kitchen 厨房里面其实实木板的，实木板，马桶真的很干净，然后浴缸浴室也挺好。74000的20个平方米，6月26号入住，阳台都是很大面积，位置挺好，新国宴街给走路16分钟，然后管理费5000块，然后中介费没有了，敷给金没有了，礼金有的，礼金两个没有，20个平方米，二楼是阳光很好，位置来说，真的这个房子的位置挺好的啊。这我是金公公，你们随时找我就可以，金公公。